20日，媒体报道称，奥斯卡获奖插画师、动画师、电影导演和制作人基恩·戴奇 Jane Ditch 于4月16日晚间去世，享年95岁。他的杰克出版商透露，戴奇16日晚上在布拉格的公寓里意外去世，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。戴奇曾导演13部《猫和老鼠》，此外他还参与《大力水手》动画系列制作。戴奇曾在1960年至1962年期间执导过多集《猫和老鼠》和《大力水手》动画片。1924年8月8日，戴奇出生在美国芝加哥。1959年，他来到布拉格，原本只想待10天，但在当地遇见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，于是留了下来。在1961至1962年期间，戴奇执导了13集《猫和老鼠》卡通套装动画片，被许多观众认为是风格最奇怪的《猫和老鼠》。在1960至1962年间，戴奇还曾执导了28集《大力水手》动画片。1961年，戴奇因为执导《蒙罗》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。在1964年和1965年，他执导的《如何避免交友与正式努尼克》连续2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提名。戴奇的其他著名短片作品还包括《惊人的汤姆》，以及获得1958年奥斯卡提名的《西德尼家族树》等。2004年，戴奇获得了动画界最高奖项安妮奖的终身成就奖——温瑟曼卡奖。